别难过了，李青。啊。耿明觉。哎呀，你就接他电话呗。接了能怎么样？接了能说什么呀？说说你，你看你这都什么命啊？怎么那么倒霉啊？这怎么天底下所有的倒霉事儿让你给碰着了？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杨妞，有没有什么工作介绍给我？什么洗盘子啊、洗碗啊、当服务员啊，反正怎么都行。你说家里欠那么多钱，我都啥时候去？我知道了，我替你留心着啊。李青啊，要我说，你就跟邓明觉结婚，看他丈夫能怎么样？到时候你就是他的丈母娘，他一个上门女婿还能把你怎么着？张扬啊，那混蛋啊，那混蛋丈母娘我是当过一回了，那滋味儿。再说了，听说还有佳佳，你说要是让佳佳知道他有这么一个爸爸，那孩子，哎呀，别哭别哭别哭，就是这佳佳这孩子真是太可怜了，你说这。弟啊，嗯，我刚才跟你说那些，你可别往外说啊。我就是心里憋着难受，我就找人说一说，你别往外说。你说说你，咱俩什么关系呀、啊？我能做那种事儿吗？我这个耳朵进那耳朵出，放心好了啊。嗯，别哭别哭。喝了吧，快喝点饮料。眼睛肿了是吧？用这个冰眼罩捂捂，要不然大家会以为你吃完泡面睡一觉出来的。哦，刚笑了是吧？现在这样见不了人了吧？反正每天都在办公室里面坐着。你把照片都挂在树上，万一有人看见，多丢人呢。哼，这有什么丢人的？那都是我最好的作品了，就当是免费展览吧。哈，
原来你拍照片就是为了哄女人开心呢。那也得分这个女人值不值得哄啊。心情好点了吗？嗯，好多了。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？没为什么，我现在不想说。不想说就不说吧。向晨，嗯，谢谢你。不过以后别对我那么好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报你。我不需要你的回报，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你的回报。总之，别对我那么好，不值得。上次林叔那小孩的事儿，那可是我帮的忙。钱怎么办？我知道了，我有事儿先挂了啊。超市门前，他怎么知道这个地方？难道那个女人真的是李晴？水果，你尝。啊，怎么了？啊，出什么事了？哦，我没事。哎呀，妈的事不用你操心。林晨啊，你是不是要去医院检查手了呀？啊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肯定没事的。啊，妈，我先回去了啊。不知道凌晨的手将来还能不能恢复到原来。我们家怎么就那么倒霉呀、啊？什么事儿都能摊上。
张扬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是不是想对我们家林叔使什么坏啊？谁对你家林叔使什么坏了？你这怎么说话呢？我路过这儿呢。你路过这儿？哎，你别走，你说清楚，你骗谁？你为什么？你怎么会路过？你为什么路过这儿？哎，你怎么会路过这儿？你管我为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是一盗窃犯，我手里有你证据呢，别没完没了的。张扬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耍我呢？啊，当初是不是你说的，办完林成功事儿你让我进阳光？什么时候兑现？喂，喂，你摔我是不是？行，我知道你听着呢。你要不兑现，你等着啊。张扬，真是个畜生！畜生！真倒霉，怎么会在这儿碰到李晴？还好没让邓明觉看见，不然就麻烦了。看来邓明觉的女朋友确实是李晴啊。想什么呢？心不在焉的。没什么，哎呦喂！哎，对了，你说爸要再娶一个，你怎么想啊？什么怎么想？我觉得挺好的呀。哎呀，你放心，我爸看人比谁都准，谁要想利用他可没那么简单。是，知道。哎，对了，那个女的是不是有？一儿一女啊，嗯，你看咱连个孩子都没有，反正我有点担心。担心？你是担心他们继承阳光？毕竟他们是外人嘛。爸让谁来继承阳光，那是爸的权利，轮不到我们说话。对，爸想让谁继承谁继承，无所谓的。哎，对了，哎呦，奶奶又催咱们要孩子了。嗯，要不咱们试试人工受孕？张扬，
我说了我不要人工受孕，这种事情怎么能人工呢？你看咱们都那么长时间没孩子了，人工受孕要比自然怀孕几率大得多呀。行了，先别说这个话题了。兰心，我特别想知道，你是不想要孩子，还是不想跟我要孩子？我说了，我不想要人工受孕，想太多了。天真，快点吃饭啊！是不是用左手吃饭很累啊？没事儿嘛，都习惯了。这是我来喂你吧。啊，嗯，谢谢佳佳。凌晨，当时打伤你的人是不是两个？一前一后，把我打晕了，我都不记得了。畜生！妈，你怎么突然问这个了？没什么，妈只是觉得你受苦了。没事儿，妈，你这不快复常了吗？你手拆了，没准就没事了呢，对吧？啊？姐姐，你好好吃饭啊。我呢，一会儿给你妈妈送饭去。你妈妈在便利店找了份兼职。那不，我也要跟你一起去。你不能去，乖乖在家里。你看外面天多黑啊！老婆，快点去，快点回来，然后和你看动画片，好不好？那好吧。舅舅陪你玩好不好？嗯。到底什么时候把你的女朋友带回来给妈看看呀？就是啊，妈给你介绍好几个，你都不同意。妈想看看你找的到底是什么样的。妈，他还没决定呢。哦，他看不上咱们家是吗？不，那个，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到时候一定会带他来见您的。哎呦，这个女人的牌子还挺大的，还得等着他是吗？妈。我现在一时也跟你说不清楚的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上楼去了。哎妈，爸，你说怎么哥今天一说起那女的，好像不太对啊？那个女的跟他压根就不想结婚，那是跟他闹着玩的。可是他前段时间不是挺开心的吗？对了，最近好像脸确实挺黑的。不会是感情出问题了吧？不能由着他，由着他肯定找不到媳妇儿。我要不要告诉林叔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是一盗窃犯。我手里有你证据呢，别没完没了的。林叔啊，你说为什么妈这么不争气？是妈不争气啊？妈，哎，我给你送饭来了。妈，您怎么了？妈没事儿，妈就是觉得自己没用，让你这么晚来了还去便利店打工，那么辛苦。
哎呦喂！亲爱的老婆，你在看什么？行了行了，你有事说事，别跟我腻歪。很腻歪了呀！哎，今天爸给我宣布了一个有违常规的决定，弄得筹备组的人不知所措，没法工作了。那你就自己跟爸爸说呗，我可不是你们的传声筒。我说话哪有你有分量呢，是吧？知道就好。一直都知道。张扬，嗯，我问你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，瞒着爸爸呀？我对灯发誓，一切都在老婆的掌控之中，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想你也不敢。行，我困了。我怎么发现你一到床上看见我就犯困就要睡？你说什么呢？你再说一遍。没事，我困了，我要睡觉，睡。鲍比兄，黎叔哭得特别特别伤心，肯定是发生什么事儿了。但我问他吧，他又不肯告诉我。你是知道我的，我这辈子没怎么谈过恋爱，追女孩的招数就那么几招。你说要是林叔一直拒我一千里之外，那我该怎么办呀？妈，嗯，我上班去了啊。嗯，哎，林叔啊，你在公司小心点啊。嗯，特别是张扬，我怕他对你使坏。放心吧，我不怕他。哎呀，明着是不怕，你不知道他会使阴招的吗？你小心点。怎么了？突然担心起这个了？放心吧，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林叔了。我上班去了啊，小心点啊！哎，佳佳叔叔，哎，佳佳。哎，佳佳，来快跑，少年，快！哎，来抱一个。哎呦，佳佳叔叔，你怎么不来找我玩啊？所以今天来找你了呀，而且呢，给你带了一个小礼物，喜不喜欢？喜欢。佳佳，你们谢谢叔叔。谢谢叔叔。不客气。谢谢你的礼物。佳佳，走，我们去幼儿园。那个佳佳，哎，想不想跟舅舅去一趟幼儿园呀？想啊。那个姐，要不你坐向晨哥的车去上班？好。那个林叔，咱们正好顺路，咱们一起吧。不用了，我们自己去。走，哎，跟妈妈说再见。妈妈，拜拜。林成，待会儿要去医院呢，我也要去。那个，给个面子吧。不用了，我坐公交车去。不是那个，我有工作上的事情要跟你商量一下。你说。上车说吧。上次你跟我提的那个策划，我觉得特别特别好，但是要具体细化一下。那个策划被毙了。被毙了？为什么？张副总不同意，说要重新开会讨论。上车说吧。
我拜托你好好开车好不好？好。他说了，想在策划里面体现更多的是酒店的豪华感。豪华感？是。之前咱们就聊过呀，已经不适合现在的受众群了。可他是领导。下午那个会议，张总他要来的话，不要忘了把那些文件总交给他。邓总，哎，邓总，你们那个广告进行的怎么样？经过讨论，我们想把主题设定为您在每一个城市温馨的家，这样不但能够提高我们酒店的形象，对于新宇集团那边也能够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。嗯，很好，走温馨路线啊。但是张扬副总那边暂时还没有通过。没有通过。还敢在邓明觉面前告我黑状？行，你真行。邓总同意我们的方案了，太好了！我看这个张扬，他还能压得过邓总。别高兴得太早，报告还得张扬签呢，有的折腾。那你现在就去找他签呀，趁热打铁。现在啊，他正冒火呢，可能给你签吗？小道消息，小道消息，我先有好消息要告诉你，邓总同意我们的方案，我们不用返工了，真的太好了。你呢？你有什么好消息？哦，昨天邓总刚刚宣布啊，筹备咱们快捷酒店需要交投标押金的，今天筹备组就有人罢工了，说是返工量太大。你听谁说的？筹备组也归你刘大小姐管啊？哼，整个公司都知道了，就你们不知道。看来邓总这个决定啊，确实有些不妥当。别胡说了，这个决定还是我建议给邓总的呢。你建议邓总的，邓总就采纳了？那人家筹备组之前干那些活都白干了。哎，你们说这次又不是计件，他们是拿工资干活，不赏他们一分钱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啊？也是啊，咱不也差点返工啊？对啊，咱也没这么大反应啊。你们说是不是有人故意安排专门抵制邓总这个决定的？这件事邓总知道吗？不知道吧，底层员工的事儿邓总肯定要晚点才知道。张扬是什么反应？不知道。哎，我说张扬再让咱们返工，咱们也罢工。得了吧你，你还罢工呢？你小心别人开除你。聊什么呢？这么热闹。表扬你呢，也算是邓总识货，要是真让我们重新弄什么豪华型的广告，不知道又要折腾成什么样子。就是下一个月就要播出了，这摆明让咱们浪费时间嘛。哎，林姐，要不然咱今天晚上摆一庆功宴，好好庆祝一下。好啊。喂，你好，宣传部。请林经理到办公室来一趟。哦，知道了。啊，林姐，张副总打电话说让你过去一趟。哼，看看吧，庆功宴张副总已经准备好了。秘书，要不然我陪你去吧。你又不是我们公司的人，你陪我去算怎么回事啊？进来。张副总，找我有事啊。长本事了呀，学会越级汇报，是吗？我只是随口向邓总汇报了一下我们的策划。诚心的吧，不是随口。信不信那是你的事儿。用邓总来压我。你怎么那么幼稚呢？他是我老丈人，我是他女婿。我当然知道，否则你也不会坐在这儿了。非要跟我过不去是吗？好，那你以后好好工作啊，千万别出一丁点差错。只要张副总不在背地里面算计我们，
我们是不会出差错的。哦，对了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，快捷酒店筹备组那边今天有人罢工了。我知道，正在解决，那是我筹备组的事儿，不需要你管。我觉得最好跟邓总汇报一下，以免今后出什么麻烦。嗯，谢谢。继续罢工，一直罢到邓明爵找你们谈话为止。知道怎么说吧？让他取消垫资，执行原来的方案啊！人多力量大，天塌不下来，有我呢。林叔，怎么样了？骂了我一顿。张扬现在官威真大。只要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工作做好，别让他抓着小辫子就行了。张扬会不会是因为误会我和兰心，故意刁难你啊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是否连累你了？我先回去工作了。喂，张扬，不是你什么意思不接我电话？我不是不接你电话，我手机丢了，怎么接你电话呀？手机丢了好办，跟我说一声，我给你买一个。哎，咱们说正事儿啊。你答应给我那钱什么时候到账？你三天两头问我要钱，我提款机啊。别说话那么难听啊！你没钱你就告诉我没钱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等。这样啊，有一事儿啊，我得提醒你一下。上次打林城那俩，现在抓你了，那俩可都是冷不丁了。保不齐哪天你钱花的出来，犯个事儿什么的。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提醒你一下。谁让咱们俩是老同学呢，是吧？别他妈跟我废话了，今天把钱给你打过去。哎呦，那麻烦了，那我等着了。去参加别人家孩子的婚礼，真闹心。我们家向晨什么时候也给我讨个媳妇回来啊？有个现成的，你不是看不上吗？你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要是你有个儿子，他给你娶个二婚头，我看你看不看得上。哎呀，你说这个林叔他到底有什么好呀？把我们向晨迷得是七荤八素的。你也别说向晨，你当年迷我哥的时候比向晨现在还疯狂。你怎么不说话了？想什么呢？啊？哦，没什么。我不知道，先去看看。
李晴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这人怎么长着眼睛不看车呀？我怎么没看？我好好的过马路，是你们过来的呀。行，你看看，自己瞎跑还有理了你？跟你说啊，你还是少处心积虑的教唆你女儿怎么勾引我的儿子，考虑考虑怎么把你自己嫁出去吧。看哪个有钱人敢娶你。算了，玉姐别说了，走走。我等你好消息。赶紧把自己嫁了。你的车怎么了？不知道，谁那么缺德呀？要不要调监控看一下，看看是怎么弄的？那我一会儿去监控室看看，你忙吧，我自己处理。那你自己处理吧。嗯。然后把这几项做一个细致的分析，列一个表格，就 OK 了。好吧，云萌，哎，今天我就不加班了，一会儿还要去医院。好，如果林城那边有什么事情的话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我走了。嗯，辛苦了。没事。林叔，你快点儿，你看看，来来来，你看看，这是你妈干的事儿。